开会哈，为开会之前哈，我先向那个人事处来请问一下哈，今天有一个请假单呐哈，本市甲仙区区长李延新于本年五月七日请丧假一日的哈，请假期间由主任秘书朱永聪代表列席贵会第一届第三次定期大会，请查照。也指定我给你报告一下哈，这请假一定要有理由啦哈。啊，我是讲吼，咱为今嘛去啦吼，咱这中官啦，咱要请假，咱的理由甲写出来。像伊请丧假，吼，伊是大个，像迄这应该啦。啊，无有当卖讲吼，都因有要工。不客气是啊，要讲是啥？哦，大家互相尊重一下啦，吼、哦。要请假嘛，爱有理由。啊，因有要讲不客气是，啊，要讲是啥？啊，讲是有诶，无重要，别人较重要呢。哦，这无歹话啦，吼、哦。啊，大家互相一下啦，好不好？吼、哦。向大家报告吼、哦，今天继续市政总执行。啊，第一位议员啊，请周中正发言哦。主席、市长，还有我们各局处所长，包括副市长、秘书长哈、等等的，我们所有的行政所长、议会的同仁哦，黄柏林议员等等的，我们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各位市民乡亲，大家早。今天真欢喜哦，又到半年一次的总执行哈。我想总执行这个时间，主要的是跟市长探讨安堆起前个做无啥好诶哈，做好诶鼓励，啊做无好诶继续加油改进。哦，我想谢谢我们放下去哈，做得好我们就要鼓励哈。市长你要看这后冲咯。我伫征兵中即阵，也是你个市政报告迄阵就开始，我想高雄市唔是干呐，按右昌左南区吼，足济路面拢无好。哦，你看以前不好的货仓路，我个李长主席、张主席讲伊个里来哦，他是秀昌里，也就是从我们加昌路到我们的这个左南路这一段，干呐在后昌路伊个海区来吼，当然包括有庆昌里。顶顶叫何昌里，叫纪公里、公会里，大家骂甲假死吼，啊未做以前，真破破烂烂，怎啊做了？真好啊！再下一个，公园我前边的市政报告吼，我有甲你咨询吼，有关于镰仓桥、镰仓桥个右昌森林公园这七号公园，这个带状公园十七公顷的吼，真歹，因过镰仓桥，它要做一个桥，吼那些这护栏。结果已经十几年了，一二十年都没有把它打掉，很不好看，而且路面破破损损的。我们这些哦，谢天柱啊，谢天柱董事长他的这些企业就在这边，啊、结果带我来这没啊呢哦，啊起整个浙商，啊结果你们很快的哦，就是现在在施工了，啊背成一个江花，再下一个啊有没有下一张？哦，右昌森林公园哦，烟鬼啊，蒙阿波哦，市长，你看啊，今嘛做好了哦，哦，大家真进步。刚才你个标的吼，土地烟鬼哦，一平无十万块、你标的你做好了后，一平二十一二万。哦，这光市政哦，你个市政吼、你讲那市政府的财产、资产给偌济，你可能都唔知影。我肯定要给你建议啦吼，真济好，这好的给你学了。啊，但是做不好的开始看一下吼、我给你建议的吼，先。市政总执行内容纲要，不要跟这个不用练了、下一个，第一个右昌南田这个高雄龙田水利会所属的右昌新中，可是右昌水闸门，哦，这个治水闸门，我们应该防水中闸门啊、是个控制水，因为我们高雄大学的东北侧、西北侧还是一样有龙田需要灌溉，所以为着闸水。水闸门安尼来调节这个水量，啊，起先有吼，哦，迄个休闲景观的便桥可以通道，
在国昌，你这边行过到高雄大学吼，那个大学区啊，大家很方便，很高兴。结果因为我们那个凡纳比吼，919前年的凡纳比台风了后，中央就8年800亿要做些水火那些防水吼，比较易淹水的啊，这个其中的一个，他把那个固定式的水泥的治水闸门改成为活动式的，叫做哦那个。用塑胶做的橡胶橡皮坝做的浮动哈，浮动的一个闸门啊，橡皮坝的浮动闸门。啊，所以你要看人啊，听我建议啊哈，应该要重新再做一个休闲景观便桥啊，例如地理景观、运动休闲所需的经费、民意心声，还有政府形象跟行政的哦这个诚信，这一定要好好的做。啊，要再看图哈，看图。这阿伯做以前。整个这个就是右昌新中治水闸门，水里灰治水闸门，哦，有看到这个都有变了，这边这个新，这是我们国昌里的，这边就是后进溪这条，我们可以拐，好，再下一个，拆掉了后，全部变作在施工中的浮动式的变作橡皮坝，结果这个桥，这个便桥都附近敢无呀？市长，你看。从国昌里这边要到我们高雄大学特区来这边休闲的，吃饭饱要来这行行的吼，结果没有办法走了，百姓就在抗争，抗争。我想水利会、水利局的人都知道水利局的。再下一个，哦，市长你有看到吗？这个红的 K， 这右昌大桥，另外有一个拱形的，这个叫做疫情桥，哦，我们用平均地权。对这个基金做的这个2亿6000万的这个真水的桥，结果现在这个地价飙涨，哦，高雄大学涨，我们仁昌里还有这个什么嘉昌里的土地，哦，一片这个是欣欣向荣，真好，真感谢你啊！但是做了无数时，我建议哦，这到现在还留着这个古古早哦，一个桥，怎么存这个？存这个？这很难看的，在施工中的。所以市场在我这经费也好，百姓民也好哈，无偌济。回到前面的，回到前面的，我这就要看，在这个，我们可以比照翠屏里的有一个这边左边是青山计划，就是西青埔垃圾场，把它掩埋之后停用，按个避热起来青山这个绿地的，啊，这样买起来虽然人家住家不很多的一样，政府很有诚意的回馈，啊，我这边翠屏里的人可以走到。走到我，哦，这个看到这栋家哈，这个是桥头新市镇的大楼，桥头新市镇一起的。这个桥德贤路220巷的人行景观便桥，这个让我叫做便当做这样，虽然住家不很多，啊，这同样的再回到前面哈，看头前哈，在前面，在前面，哦，市长我跟你讲哈，请水利局的督促中央哦，这个虽然我们是。人民团体的水利会哈，高雄龙田水利会，一定要变更设计，因为水利署的人有来看过了哈，他们都同意，而且只有1800万而已。啊，指定我拜托你甲中央政府讲这转拨，要叫存2-3千万，剩余款还有钱哦。我想我们大力的来争取，便民、利民、景观，还有那些整个休闲运动都有帮助的。市长，你的看法怎样？请指定大伯。市长长。诶，多谢周议员吼，这个部分这礼拜会甲农田水利会会甲进行沟通啦。啊，如果他们的剩余款在这个部分能够变更设计，那我想我们会大力支持。好，谢谢。另外，这礼拜水利局都要去甲沟通。谢谢啊，市长，我想你跟那个我们李会长哈，李清湖那个会长应该都很好哈。我想这不是说私交，移公移私。应该以前有的，啊，忽然间因为了治水，把它整个变成橡皮坝，啊，规个拢无，也是真可惜。哦，应该就像德贤路220巷那个人行景观便桥这样，没有多少钱的嘛，而且百姓很好的，哦，对你市政这个民意反映度都有帮助的哈，哦。第二个，请看哈，哦，下一个，监理处哈，干理处东侧的地方。在红线 R21站都会公园站，这里有一个站，第二站，一站，红色二站，
通往高雄都会公园、高都公园人行步道景观改善工程，这个也要做哈。市容景观，我帮助市政、政府的形象啊、经费啊，那么我盖这些行政效率，还有民意的反应。哦，我等着建议市长，请相关单位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好好的积极办理，要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这个可以。安起建物没钱，怎么画没钱？爱个找理由，个中央掏钱，没不多的。我想对市政，对你整个所有的这个地方发展都有帮助的哈。你看这个图片啊，市长在R21站在盖横的这边哈，这个就是高捷的整个轨道。哦，在我们这惠民里、惠丰里这一带的R21站，这文章地下行来行来到安干里厝，要来到因厝的佛罗里达大楼，也就是惠丰里的都会公园旁边的大楼。啊，一个百姓去反映，讲伊伫台北、伫国外安尼看，看看有哪是这个道路真好，啊，哪会当好啊改善一下哈？啊，你在前面上面，哦，你看这边来的，哦，看这边，这样这奇怪，真科学。在我们市政府做的。这个就是桃花心木，啊，这在外面的，在里面的监理处者哇，他们也都不要的，拢无爱，伊感觉讲会毁堪的公司，他们菩提树很不好，很烂，菩提树是会串根的，伊嘛要割掉，哦，啊，伊要砍除啊，真个开始砍除，应该修掉。啊，我讲这这机会，监理处的安给这这人行步道景观改善，哦，属于规个市市容吼，会当看进步，大家惊了嘛，较轻松，无我伫。比如周中站是 R21 下车，结果回到我的家，一路上面全部都没有什么绿荫，没有什么什么景观，看起来就很可惜。啊，那边开发者吼，下一张，你要看这条都会公园，在我们的上方，我想啊，这个就是德民路，经过啊，这监理处，啊，哪一档个作者呢？哦，叫市长，你要看看啊，请市长回应一下哈。哎，市长到了。多谢周议员吼，这个部分我想感觉咱已经栽，就讲你拄只感觉迄个树啊，拢真无好势。我们现在我看到已经在种栽种我们乔木啊，加强伊后摆林荫啊，伫应该今年这个人行道的景观，那整个都会做一些改善。哦，市长，我讲积极的吼，请我们那个赵处长哈，赵处长。也蛮有魄力的了哈，有实际。这个部分你讲的树啊，无够好啊，还是讲一年树啊？市长，但是你要协调那些交通部所属的监理处哈，高雄市监理站哈，再跟他好好配合一下，因为两边不能只有我们地方搞地方的，结果中央的不配合，这样就很可惜。我们会整体来，好吧？跟中央那些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专案来补助改善嘛哈，好吧？市长，好，麻烦你哈，谢谢啊。第三个，我们。三铁共站的左营新左营车站哈，也就是我们不管是高铁、高捷，还有我们台铁哈，这三个站的所属的连通到半屏山，我建议讲是用这个观光廊带把它美丽化，因为安静轨进站台水泥要提出开发案，在审议中嘛哈，可能要改开发，但是那个限制，大家互相配合。哦，我想对市政的景观，还有我们市政府的形象、观光发展事业的帮助哈，包括建设经费、民众的心声哈、民意反应，我想市政府应该请相关单位组成一个小组来办理，啊，请市长重视哈，来争取补助这个经费来开发了哈。啊，我的理由哈，再看下面的，这个站就是左营三铁共站的。左营新站哦，台铁左新站对面就是半边山，啊，这个是自洪时，你有看到这历代的这个看起来绿色的，其实它是基本上是以前不管是水泥公司在开发半边山做的，为了防止水土石流土石崩流下来，以前在那个旧的蔡公路这一带，我听到那个火梯上进开始哦，黄信奇搞啊，大概要踹要蛋呢。哦，如果那些泥沙都冲进到了民宅，很可怜，所以他就做了这自洪池，基石冲，啊，讲好听，该用这叫做半平湖湿地啊，哦，基石冲，普通时你也无落雨吼，是拢无水的，很可惜。啊，我想，我们为了把它
做好观光啊，这个地方虽然半屏山现在是变成是国家自然公园，但是还是跟我们市容市政有关系，按有那个给他们出一些力。我想安哪地外来的观光客旅客到左心站啊，要走过半屏山嘛，免到一公里几百公尺啊，哪有法度给用一个给他看过我们是要半屏山的旅客请往这个走，安真好诶一个道路过，用一寡心思吼，看要安那帮忙安的事情，啊，要安做好观光，我想这真帮忙，真有帮助。我想我是简单提出来的，也可以用促餐的，或是讲餐的，请那些建台水泥要开发的公司啊，那这一寡公益不能只有他私利，哦，可能要对工业区变作什么主体区，要变作商业区，那个都不够。你想，我们再下一张。哎，市长，这真好，这左心站吼，你要看头前是左营转运中心吼，哎，交通局王局长，你的左营哦，这个可能跟高铁有关的，好，高铁要整体开发的左营交通转运中心的预定地哦，哦，再下一个，那个星光山的 Mitsubishi 也在这边，很好的，我们高雄捷运左营车站，这是高铁跟台铁左心站，啊，拐来当拐这半边山，安尼咪真好。你啊，空空跟你讲啊，你管恁反正恁下恁交通局、交通部啊，恁高铁公司的跟我无关，哦，对对，或是这个什么高铁公司的啊，市政府，如果把相关的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力量集中，美化绿化，这个观光廊道，啊嘛是头回我讲的咧，想要从捷运 R21 站到我们都会公园站、高都公园一样，把它美丽化，啊，开不偌济嘛，干别讲是开咧，开得。对不对？至少比我们高雄捷运的那些红旗线，还有我们这个什么环状的这个轻轨捷运，那给相足济啦，把那些什么好几亿之前的那些全部砍掉，剩下的零数就有够来做好几个了。啊，市长，你看你的看法怎样？请市长。啊，市长等会。哦，多谢周议员哦。半屏山都正做研嘛，有充分的了解。即摆已经是规划为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范围。啊，我想沿线的步道，我们现在都重新铺设。啊，但是我想刚刚提到整体绿美化的部分，啊，进行整观的规划。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愿意跟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现阶段。我们来跟他研议，那我们同意半屏山对整个左营地区对高雄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会，我们在这个部分会要求公务单位我们的养工处对整体美化的部分啊，我们来跟国家自然公园来研商，哦，我想这个部分现在都在进行中，谢谢。哎，市长，我想哈，李小姐，虽然半屏山是内政部营建署的，这些左心站是台湾铁路公司的，高雄捷运是高雄捷运公司的，高铁是高铁公司的，但是安都有中间这段，多地左心站到半屏山这段都安起景的呢吼，市长，你敢不知我讲的是不能置身事外，你讲啊插插你头前啊，别人的后边别人的啊，中我的我可不管啊，不能这样了吼，所以我想还是积极争取，看要怎么配合，各用较水，我想。对你马龙我这样帮衬，对大家都好诶哈，利己利人就是最好的功德无量啊！再下一个，半屏山公庙个公莲池潭吗？哦，市长莲池潭，莲池潭哦，如果是谢前市长讲，它是属于不只是地方级的，也不只是国家级的，是国际级的观光景点哦。那高雄市来讲，哦，这高雄市来讲，就现阶段。不管大陆客连日本客，我跟你讲，日本客、日本人最爱来莲池潭的，因为日本曾经统治过台湾，对台湾的各个风景景点，他都非常的仰慕。所以我想，哪好要开发为吼风景区，它主要的是从我们的莲潭路到环潭路，哦，其实我你要特别注意哈，莲潭路到环潭路，这个短短我量过，才七八百公尺哈，七八米。虽然短短的这个水域廊带吼，这个就很重要，美丽化。我刚才好你看，好诶，给你鹅肉卖哦，那个给你自己搞了吼。你要做观光行销来讲，都很有帮助，都市景观啊，政府的形象啊。
还有行政的效力，民意的反应，民意的心声。你看下一个，看图片。市长，这个莲池潭，莲池潭水域周边，这个就是莲潭路，旧城国小，还有很多我们庙宇的都在这边，慈济宫啊，什么启明堂啊，这些全部都在这里。对面来到这边，经过这些胜利路，就到这个环潭路，环潭路这边也有庙宇，就是清水祖师庙。然后它最重要的在林涛前，跟我们这个翠华路连在一起的交界的，这个就是以前的观光局所属的风景区管理处，风景区管理处现在改这要委托给我们罗美局的叫物产馆，精品物产馆。你如果来看旅游的，来旅观外地来观光旅客，这都看风景，看这样的莲池潭，看这样的庙宇，这些自然人文之后，你要走过这些物产展，就是要学名的高雄的那些，不管你说要什么黑金刚啦，或是什么你那些什么现在荔枝啊，乃至翁来什么其他的尿泊啦，很多很多精品好品，什么美容米，结果你讲短短这七百公尺，我们如果观光客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愿意从莲池潭莲潭路跑到我们这个环潭路，这个真拼呢？市长要用一些心的，这一带七百公尺如何让它美化绿化，愿意走在莲潭路走，我也要为着要走要后面的伴手礼，我们到走到环潭路不简单的，你看短短的虽然七百公尺，你要叫他走，没有好的料他是不会走的。所以这个美化绿化之后，历届的市长都很努力的在做这个观光景观工程，很多包括谢前市长这边六七级，至少都五级，整个莲池潭把它美丽化，结果做的有一些都失败的。市长我说失败，我也没说批评，好的我们学了，这料没成功的啦，自己就没成功。来看一个下一个雷春秋阁，这很漂亮，我你再下一个龙虎塔，慈济宫前面的龙虎塔，这个就是小龟山，后面的就是大龟山。来再下一个莲潭路，这个大龟山，再下下一张，这里的看应该该跳掉，大家都跟骂。以前谢前市长讲有表演的一个广场演艺厅，还请那个应科大在这边做促销，结果最后证明不成功。市长心这应该该说美化利用，不应该做这些硬体，那个水泥还流路面还搞在这边。再下一个嘿米安尼好，孔庙以前左营图书分馆，我们那个局长史局长在这样，有的你可能那时代没你做的啦，左营图书分馆最早的是在这边，孔庙也是一个结果做得很好，这个现在因为委外经营搞得不三不四一样，最后落得没有成功。我们这个汉王百货公司，不是汉王，不是百货啦，是汉王大饭店啦，汉王大饭店林董事长，来下下一张，你看这些，这些暗暗看不，已经被破坏到那些铁架或是那些什么都已经不搭嘎的，应该这是真好的一个景点，结果因为后面的人去委外经营开发，结果不成功，留下那些很突兀的不配合的不协调的东西，都应该要处理掉。那个我不知道说那委外经营那哪一失败了啊，没要走了，那些是不是应该要复旧啊，应该要还原啊，不变成他拉拉，结果我们变成要帮他处理这些后面的后续事宜，你干嘛丢？这个都是应该都要改善恢复原来的很好的样貌才对，不应该继续存在。再回到第一章，所以市长我的建议就是讲相关单位要组一个小组来处理，好好处理，看要安怎地去七百公尺，从莲潭路到环潭路，这短短的七百公尺，最重要关键的七百公尺，请市长争取这个专案补助来整个真正来好好的使这个观光客除了看人文看景观之外，最后也可以到我们的环潭路的物产馆拿着
伴手礼很高兴的讲，我今天来高雄佚佗了，真欢喜。啊，计杀一罐物件，买一罐物件，送好朋友，这才是真正能够达到最好的那种开发这个先进的，或是让大家呢翠翠目笑，高雄市也成功的，也很进步繁荣的动力的这一个观光事业了哈。市长，你的看法，请简单回应一下哈。多谢哈，谢谢周议员。有关于莲潭路到环潭路有700米的这个水域的廊道，那我想我知道所了解观光局已经有一些美丽化的规划，它也有工程的改善。那我会要求观光局在这个部分脚步要较紧，效率要较好，这我也该要求。拄只周议员特别提到，讲伫咱的迄个规个莲池潭的边啊，旧个表演的场所，啊，佮迄个孔庙以前的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啊，现在有很多不适当，啊，有很多根本没有使用，啊，包括旧的表演场所，现在都是一片水泥，啊，这个部分我会马上要求我们的养工处，针对旧的表演场所，如果它这个部分变成是我们景观的负担，那我觉得我们就立即应该拆掉。我这个应该把它美化。改水沟应该加强美化。那我们也都是认为公园不应该有太多硬体的设备，这个我会请养工处立即来处理。啊，那个图书馆，孔庙图书馆，那我请以前是卖饮料的了。这是不是我请文化局马上去了解一下，讲到底过去咱即摆已经收到倒来，是啊是啊，但是规个这个部分凌乱的部分，或者应该做哪些有效的使用的部分，那我们来检讨，我们再跟卓议员报告。好，谢谢好市长，我想好好努力哈。再下一个，其实施政哦最重要的，施政最重要，要让人家感受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谢前市长，陈前市长哈，陈前市长，他在任虽然短短的不到一年嘛，陈其迈市长任内，他有做一个由西向东的机慢车专用道，结果现在所男子旧部落男子社区啊，男子旧部落社区的居民里长一直很感冒。为什么只有单向的？从你们右仓后进亚洲城，这翠屏里到我们的南子旧部落有西慢车专用道，啊，湾南阿 K 古部落南子新路火车站这一带都没有办法由东向西的到我们后进加工区、炼油厂、都会公园等等的。湾改柯子林遭遇到汇丰里，到我们那些什么惠民里出去才可以。啊，开不会直接问一个由东向西的机慢车专用道，所以这我来建议哦，市长，拢我去看过，阮公务小组拢去看过，就行政公平、民意反映哦、交通便利所需的经费，还有政府的形象，这拢我需要早日来规划哦。市长，你个等下看图片，个等下下一张啊图片。市长，你要看这个，这个我们南子旧部落，这个台湾铁路公司所属的南子火车站。这条为什么南子会有一个路桥立起交叉工程？主要的是 T 基路哦，市长为了拟定我那个报告哦，这个 T 基路纵贯铁路，纵贯线，阿明阿尼啊，这条是台一线纵贯公路，啊，加来个南阿 K 个的南子路桥立体交叉工程，唔是干那 T 基路炸开，边啊个有一个后个 K 哦，好进是主要的这个一个 K 啊。所以不得不个谈，只用一个好空间呢，那三回这嘛。啊，真吼、干那目前干那存在台湾右冲后呢，往南阿溪古堡路个一个单向的机慢车专用道，看等下看图片个。啊，只南阿溪古堡路个做瓦瑞，很感冒，很不爽的。为什么我们旧部落要到你们右仓，到你们后进加工区，我们炼油厂都没有办法直接，个个趴一林招贵家惠民里吼，这个车头寮啊，这惠车头。啊，阮后壁才叫做桥头了，后尾桥头个对，叫个趴地遮拐，啊个走过遮，
很麻烦。啊，不过因意思讲，啊，你个课底只一粒怪壳啊。哦，你茫看，你自己了五分钟，一个人了十分钟，来回了十分钟，那一千个了，了一万分钟，整个社会成本很多，不止心里不爽，现在油料又在涨，哦，这很可怕，很不爽，哦，所以再下一张，正看到的是这叫做从由西向东的专用机慢车专用道，哦，这跨过后下溪，这条个后下溪，啊，这个。我们这个南子这个南洋高架桥，哦，这样，哦，这样，这样，这样，啊，我建议哦，这个是南洋高架桥啊，哦，安头看那个机慢车专用道是底下，底边，这是后下溪这条水民啊，这个代替哦，这条跨在那个高架桥下面的哦，这个那是在路边，这样呢，这个是台湾铁路纵贯线，啊，要安那跨过，足简单，那个地价呢，用来趴落，那拢免经过这个。铁机咯，那个地价呢，用为蛇龟。家里有看到这个门啊，这机是从下卡，就是环保局南子的这些资源回收站的一个地方。那个地价呢，可贵啊，那个啊，我想处长都去看过了。啊，秘书长也是我们公务局长出身的。我想这样简单的，好，回到第一章，市长外用拜托请公务局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办理。啊，你个请用钱出。相关经费的补助了，市长你的看法，请表示意见一下。请等会。谢谢周议员哦。这个部分，其实周议员也非常关心啊，咱起户相关，大家人有的人冇去现场勘察过啊，但是这个部分有一些是必须要都市计划来变更，就是讲你跨越平交道。这两侧的道路，好，这是必须透过都市计划。市长，我这里的那个不用跨过，但是你这里跨过铁路的啦。冇紧，啊，你这条我会当加，我要求加水利局啊，加台铁来评估一些的可行不可行啦。市长，我讲这只要我们公务局处理就可以了啦。没有这么这样。简单啦，这个有都市计划，冇紧，冇你干部局都答好者。不然请那个新公处，这杨局长还是杨局长答复。哦，杨局长，请到了。谢谢议长，那个谢谢周议员哦。其实拄则市长讲的也无唔对啦，就是讲要跨过这个铁道有三种方式嘛。第一个，那么是平面，就是高架，局长就是地下。我跟你讲，我刚刚建议的那个都不用跨过铁路平交道的，不用，只要后进溪河面过去，跟我们现在在通行的那个陈代理市长时代的这些哦，那个专用道就好。啊，不然你那落山哈，就说如果刚刚周爷，因为我们新工处也陪你去看过嘛，对，是，哦，新工处陪你去看过，那新工处他是认为说路线还是要跨过铁路桥嘛，还是要跨过铁路桥？不用啦，看跨过铁路桥，不用跨过铁路桥，不然行了，我看请，我们请新工处长，请处长答复好了哈。啊，新工处长答复了。好，谢谢主席，谢谢周议员哦。那个周议员，我们那天去现场看了之后，你讲的那个有一个限高架，下面要穿越那个台铁，我们同事到现场去量，那个高度不够。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是说，我们刚才画面上看的，就是坐一座桥过去之后，如果我要通到这个南洋路桥旁边那个外环道路的时候，我要走这个台铁的那个桥的时候，高度不够，所以。我们现在的建议是，我们在邀请水利局还有铁路局，我们来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从桥下穿过。如果没有办法从桥下穿过的时候，我们势必还是要穿越过这个铁路桥。就是那天回来之后，我们同事有在详细评估。那这一点我们会再把这些相关的尺寸跟位置呢，再跟周议员报告。好吧，你就好好研究，用最快速的、最简单又安全的方式哦，那个经济实惠的来处理了哈。麻烦你们哦，谢谢。下一个哈，市长，我的建议已经真久啊，我想阮地方的心声吼，或是我的故乡是伫咸田吼，蓝田，也就是高雄大学那边出来，跟以前我们林仁义副市长一样，我们都是蓝田社区祖先那边发展这个居住的社区的人士哈。那我们都希望大蓝田跟原中港社区来做这些多功能的综合活动中心。
我想问的你，就法令规定哈，按的平均地权条例哈，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八十四之一条，社区的活动中心和图书馆都是符合的。哦，不管你是市地从化区，或是区段征收区，包括您提出来一个自治条例，平均地权开发基金，哦，你嘛是讲已经开发完尽的从化区或是区段征收区，为了促进发展，其实上不是只有法令规定有符合，有很多帮忙，回馈角度公平。还有优先，你的弱势优先哈，偏远哈，弱偏地区优先，政府的形象、地方效力哈，行政效力，还有地方发展。哎，市长，你忙袂记一个哈，安南马溪森林公园，你开发之后，那个地价在标售的时候，底会地起一倍。啊，你哪来这个做这一挂地方公共设施哈？社区的建设你做较好诶吼，你敢知影高雄大学按高雄市政府正常只六万平到七万平吼？主席一定你知影，六七万平，一平若加五万块啊，六万平个三十亿个，我讲主席那五万块是小代志，不止五万块，我讲的不是开玩笑。你若个开发落去好好，你包括你个头诶，我甲你讲诶，那个玉清桥开发落去，通落去，很多投资就进来了，很多这个建设就进来了。你的市价，你的土地那个底会地，应该是七八万的，我是要估六万，上少六万平，一平啦五万块，五六三十个三十亿的，我想那个叫做小，对市政财政来讲都有很多改善的帮忙，所以我想请民政局等等的相关单位，包括社会局、文化局、警察局等等等，我讲警察局是做一个分派出所，文化局是做一个简易的图书分馆，社会局就长青活动中心，你民政局就做一个里活动中心集会所，请市长督促地震局动资平均地权基金来开发，对你帮忙很多。你有来看图片，看图片下一张哈，哇，我看呢，这个整个高雄大学特区加高雄大学，这设备都是整个区段征收区，这红色的这全部就是商业区，黄色的住宅区。市政府谈到底会地上少六万平以上底价地。好，来再来，按这蓝田里这仁寿宫妈祖庙下卡一个蓝田里集会所，结果看啥？那是三四十年前王前市长时代，因为这根本拢假啦。这集会所拢无啥个用，哦，你要看蓝田里集会所王玉颖，啊，王玉颖市长，哎，你敢知啥物时代啊？是一个里长，你嘛知影上少三四十栋啊，拢无啥个用，真可怜，啊，要靠一个，哦，市长，我刚刚就讲了，前面有一个里集会所的广场，刚才在用一个广场，讲咩吼？我当时按你讲议员的什么什么动二案。用来讲什么？说庙善未当做，我真真可怜啊！对，全部拢开放空间，无多。是再看下一张，下一张。哦，这高雄大厦，哦，这大楼正开始慢慢起啊！哈、哦，篮球场这，这庙啦哈，庙的家这这就是我们简易的篮球场。再下一张。哦，市长安尼啦哈，我还建议一个是讲这，看得真的很心酸。我们乡亲地主提供那么多的土地，只有领回四成多、哦，拢各城外拢做大学了后，佮做只公共设施落地，啊，你佮去看一底会地六万几平，啊，结果我们给你要一个活动中心，那些都是符合法令规定，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八十四之一条，你可以好好看。七段七个是安尼啊，从化区是这样的，七段征收区一样是比照办理的。安尼要特一个活动中心，特个像艰苦拢无多。哦，市长，啊，你要简单回复一下看怎样？哦，包括头前我讲广场的 A C 路面歹啊，讲要叫一个来用一个，啊，要铺一个党支第二，有比讲也未通。哦，市长，请回复一下哈。那请等下嘞。
多谢。谢谢议长，谢谢周议员吼。迄、那个庙山庙头前迄、那个广场啊，如果 AC 路面重新铺设，啊，当然因为它是属于私人。啊！但是庙山呢，工厂呢、哦？啊，这个部分我也感觉开放空间呢。阳光处，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可以再跟庙方，如果作为公共使用啊，在这个部分能不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至少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感觉一些私人的庙山提供给公共来使用，大家大众使用的。嘿，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我在阳光处这里、个。一寡法令的部分，因为公务人员依法行事，我了解啊，啊，这个部分因真小心啊，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请法制局也来给帮忙一下？如果可以，我支持应该赶快把这个公共的场域啊，应该尽量来给铺设来改善。至于讲检查完中港啊，需要有一个综合活动中心。啊，这个部分当然，市政府之外优先的思考，同底下附近，敢有什么市政府闲置的空屋空间？啊，我感觉这个部分我们来再加以改善。但是我感觉兼产原中港要安怎来设计一个真适合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方向我是支持。啊，这个部分但是具体上。应该安装，我会加民政局再过来参详，再甲周议员报告。好、哦，市长，谢谢你。回到第一章哈，回到这个第一章。而且另外讲哦，这机关用地差不多这一章啊，再来下一个，下一章，市长，机关用地，你讲这地伤大，啊无这这嘛是机关用地，我这也是机关用地哦。啊，你说闲置空间是没有了哈、哦，因为以前闲置空间就只有王前市长。王毅前市长讲的那个庙集会所，而且集会所是庙里面的底下的地下室，那边那走啊，市长，你投资来吼，保证你这土地六万平以上的吼，一平给加五万块，因为大家都讲，哎呦，我们这边有派出所，治安会改善，我们又有老人活动中心、长青中心，啊，这嘛就足适合大老人来住，年岁较大退休的拢来这住，啊，来这自然这土地。哦，市长，真好康，我咧讲真正，若要买，这是利己又利人，哦，百姓都很高兴，所以我跟你讲，拜托你好好的优先考虑，我们这是属于应该要回馈的咧，哦，对不对，市长？这地唔是恁市政府，哪拢古古早恁咧，我蛮敢甲你做无你的要求，啊，你的土地底坏地底价地都是由我们那些包括周中站的祖先都投资贡献出来的。啊、我跟你特很卑微的跟你要求这些，应该、哦、早一点回馈、哦、早一点这些帮忙啊！我检查遐规律啦，遐拢做规律啊！遐好遐规律呢？我啊，二张报告，只系你敢若一你检查完中港三你，拢三你，但是敢若检查你只个面积3.03.06平方公里，比我们的盐城区还多将近一倍啊！遐面积啊，敢若一你啊！对啊，市长啊，你也像伊、哦，啊，无本来活动中心，你也像伊讲的，迄两地，迄应该咱要用到的机会真少嘛，对不？我讲，你啊，你个好啊，规划，我们不敢讲说你叫你检讨看嘛。这机关用地拢在遮，啊，你个切一地啊，一部分啊，我蛮敢讲来传播呢，吼、哦，市长，我想这些请民政局啊，警察局的派出所，才买当一个派出所啊，报告市长啊，按这人口。91年迄阵，敢若1300个，进一间要到5000个啊！100空一年4月，我来调资料出来，在这个资料，哦，已经4800人了。啊，你以后慢慢啊，你先要大楼一起啦吼，这人安怎一个无向济？你以后绝对是2-3万人，哦，好，再看下一个哈、哦，下一个，我想同样的道理是大清风里叫土库社区一样的，你那好啊，考虑一下。因为清风里的人口吼、哦，有那近23000个啊，清风里哦，10年前只有12000人，现在10年后的今天22000多人，它的面积一样，土口金蕉卡啦哈、哦，你可以一定你知道土口金蕉卡，哦，那个我们以前最北的，按、啊、照第一科大呀，因为清风里有一个第一科大，
啊，检查完中间要一个高雄大学，这边是一个第一科技大学，一样面积是 2.7 公平方公里， 2.96 啦哈， 2.96 2.9697 这个很大的，所以我想希望市长同样的道理，这是真可惜啦哈，因为拢卖了了啊，卖了了，无迄阵啊，梦卖向紧吼，像阵高雄大学遐，按市政府你敢知遐上少一平拢20万啊，我那120万啊，美国我等下去画啦哈，有没有是真的？大家去看就知道了，去接触一下，不是周中山在这里喊啊20万啊，什么30万，那个开没啦，而且那边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哦，市长，这拢是有讲，开发者，吼、哦，同样再下一个，哦，你要发展。这嘛，因为庙山的绿化当中心，这拢无用啊，无好，这拢无半个绿化当中心嘛啦。这个以前也是清湖市的，哦，清湖市的，今后那拢无啊，拢停开。哦，下一个，我叫就讲，叫做清风里活动中心，今嘛拢无用，荒废，就变成用私人的庙山，私人的地，哦，那个林丹署长，哦，优山伯啊，人家做社区发展也不会，会毁迹的哈，再讲。大美术馆社区一样，台湾我讲的兼产万中港、土库、金蕉卡、高进的美术馆，全部都需要一个派出所，也要老人活动中心，也需要一个里集会所。这整个里，像这周金福里就是你龙水里哦，龙水里，迄面积里头你面积你话在嘛无你活动中心，美术馆向大，我那几啊，我上这我看那差不多，光那个里啊，可能要一。要一两平方公里，哦，迄个地中华路去到迄个什么，安尼河西路拢是啦，规片拢是到迄个马卡道，哦，所以我想应该要同样的比照，哦，市长，我感觉讲这你拢该考虑，请社会局的长青活动中心吼、哦，文化局的图书分馆、简易分馆，还有警察局的分派出所，都应该要优先来考虑。增设整个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安尼个经济实惠。对你要来对医药美术馆啊，市长美术馆的园区一坪200万，迄个大路边一两百万，真恐怖啊！我讲迄真恐怖，啊个找较适当的，唔是讲要叫你路边大路边好个，啊个适当的就好啊，适当的。甲设落以后吼，可能变200多、300无得客啦吼，这个是我的看法，我不是在这边炒作地皮的。我只是跟市长这么建议，你有努力必有收获，辛勤耕耘之后，你就是欢乐的去收割了哈。再下一个，来跟这个听看市长拢做综合的哈，这个答复就好。在铁路地下化真该走了啊，历史观啊，第九个哈，我想按专区的。高价梁柱现在越来越多，为了解决交通问题，高价梁柱的包括大中快速道路系统等等的啊，下卡都有改善啊，为但是改善了没法数字，我所谓的高价梁柱包括我们高雄捷运公司在左南区都是处于采高价的啊，下卡的那个小绿带那个空间都应该要把它美化绿化哦，市长你要看民众的心声，政府的形象市容景观哈、哦，还有行政效率所需的经费啊哈，我想市长你好好的看哈，下一个图片，大中快速道路系统做了袂歹，这虽然乌暗看无哈，但是做了有改进啊，至少有改进啊，不是说最美，至少已经有改善了，不错了哈，到好的阶段了哈，再来，我讲我进步啊，你去看这全部，市长这个无啥数字啊，你敢知这什么货？这用这石头啊，为着要拍嘛拍袂开，哦，这个无上树，这种该改进。市长，你要看到这些表示不怎么成功的，这爬藤类的爬的这样哦，我们再见寡顾啊，来，再下一个。按这看到的，开始从下骹拢，安尼话可能讲啊，自然个水哈，自然就是美，但是不是啊，不是这样哈、哦。再看看，你有看到这围是石头啊，围用用空 RC 哈、哦，这 RC 个空类啊。罗安门，这一个安门头的空雷啊，哈，这拢无水啊。再看，哦，二张你也看，这拢全部无共哦。这开始个造诶，市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开始有景观了、啊、哈，至少说有一景观，但是也不怎么标。啊，你下骹拢种水泥啊，哦，尽量少水泥。市长，你刚刚讲尽量的再讲，
哦，这个凭这个酒头啊，啊，这样这两三张这剃球呢，吼，这好看吗？你应该这个时候钱不用花费很多，哦，再下一张，哦，这你要看嘛是安尼，哦，啊，这样阿伯哥盖水啊，这样安尼，稍微二十米这样一张安尼，哦，这个是不是漂亮啊？大家可以检视一下了，好，再来。啊，拢整整这无共啊，这剃球整落吼，你要看啊，画死眼眼无，这已经死掉了呢，这都死掉了哦。啊，桌面有几颗了哈，依稀可以看到的哈、哦，再看。啊，这啊，你要看啊，画个正八种的，一条路整落安尼吼，啊，有石头的，啊，有水泥的，啊，有迄种剃球的，啊，有这种变色木的，啊，变这就感觉偌好看，不怎么好看嘛，好贵的。啊，我阿娘呐，这样傻傻个开啊。哦，你要看开始啊，那就喜欢给我们这个降灾会啊，很可惜啊哈、哦。再看，哎，市场你刚才头我，你看呢，沿路看到有水泥的，哎，外面个个咧堵槽呢，大家互相哦，互相一直绕开求进步啦哈、哦。真的，你不知道看到 那是什么路，你知道吗？你猜哈、哦，叫做澄清湖到观音山的，叫做澄观路哈、哦。出现澄清湖到观音山的路，路名好了，未歹。丁青湖，我那风景观，风景区呢？观音山嘛是观音，风景区呢？各个只都路面，安尼个真可惜。市长，我给你建议哦，不只是这一条路，是以后未来的整个高雄市的有高架梁柱底下的那些路面空间或是什么哈、哦，应该要注重这个门面风化，感觉嘛袂歹看。安邦讲啊，当然嘛袂当苛求你，我打接一单我尔，你别叫我背汤进的。不是这样啊，但是至少哎、欸，以此为镜，阿、啊、免开偌济，啊中央买单给出，因为这那是国道十号的嘛吼，你给开一挂档的嘛是合理合法，我想甲中央争取预算就是要这样争取嘛，你要讲有道理的，他要躲也躲不掉了。说实在不敢什么政党，你想买什么对，讲讲嘛讲红讲玫瑰，只要请立委一大力批评之后，我看他出的更多，本来只有一半。他变成是要出八成、九成，甚至全部买单。哦，市长，你简单回复一下哈。啊，市长，等下好，谢谢周议员哦。我觉得刚刚周议员提到，我们这些高架的梁柱美丽化，包括整个澄观路沿途，确实这个部分整个立面化是不足。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愿意检讨啊，我也干嘛请养工处，我干嘛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爬藤类，哦，都像你像种一块的树啊，我嘛干嘛不适合，哦，啊，所以讲我想都在高架桥下，那我觉得养工处针对这个部分应该给他做最好的立美化啊，因为遐逐工出出入入。人嘛是足多，人足多啊！我感觉这市政府这个部分做无够，我感觉我来检讨。我希望永港处针对整个高架路桥的这个梁柱，应该整体的规划。我也看到许多地方，他们爬藤类也是种植的非常好。那我觉得我们养工处他们有这个部分的专业。应该这个部分重新整体来规划。那谢谢周议员，搞完公问这个所在做不搞，啊，我嘛希望永港处这个部分马上来做进行规划改善，啊，好，我知影讲，安尼改善了是爱花侪钱，好，我好来来支持。市长用心的说了哈，我心够力，啊，有力够进步，进步我给愈来愈好啊。再下一个。我想其他建议的其他重要的市政建设提案，第一个，请教育局立刻解除哈左营新社区所有各国中，包括龙华、福山、左营国中的这些总量管制哦，我感觉是不治、没啥路用的哈，不当的措施应该要搞好的把它解除掉。市长，这话规则当啊管制，不是只有郑局长来啊，以前就开始管制啊，安怎？在治标呢，不治本啊、哦！市长应该好好改善。我真足侪丁情诶，买厝买地啊，无法度通入去，买两三栋诶啊，市长。啊，甚至为住十几栋诶，因为伊为着节税避税，结果离开，等到回来的时候也是两三年，也没有办法进来，啊，有够可怜。
所以市长除了解除这个不当的管制，当然也是治标，治标而已，真正治本可是第一项。市长我还建议文虎国中赶快归社，赶快归社齁，赶快归社建立齁。再来美术馆园区也要，国小也应该美术馆特区来对了齁，国校我那个紧设立，不然都很麻烦。再来高雄市有很多流落在外地的任职的这些老师们返乡来服务，拜托你大量的增加，增加开出实缺正式的老师，使在外地流浪服务的那些老师们可以返乡到高雄市，回高雄市服务。再来我们消防局一样，哦，这个是专任新安国中小开始该扣水了齁，市长今年开始啊，拜托那些兼职的行政人员都让他专任的，减少老师的兼职，好好的提高教学品质，专任的老师就让他专任。再来第六个，下一章中义八九项开拓，中义八九项赶快拓宽。再来惠丰里里面的，惠丰里里面通往德民路的这惠春街，通往惠丰街的惠春街赶快打通，这地震局的。再来南子东林里新安街赶快开通，南子五常里的新南路203巷92弄工程，这都看过了，该给它开通，那都只有两三米，在人大工业区里面很可怜，很可怜的，很可怜，市长，真的很可怜。再下一张，半屏山破损的木栈道赶快来修复，再下一个美术馆园区赶快设古山分局，这古山分局赶快改建啊！虽然秘书长讲说那个是不什么理想，他还是赞成在原址。我说那个掏个怕也可赞成在原址。哦，这黄局长、警察局局长，你应该要说，因为那个什么古山分局那些已经不是那些地点不适中了啦。哦，位置也是不理想。哦，这古的古山分局，顶五福路加安的古山路顶，这已经都偏到那半。在那个寿山下的这个不理想，应该要 QRV 馆园区那个地点适中，对整个治安改善比较好。再来金宵路905巷2号的门前台电有一个变电箱，应该迁移到我服务处对面的这个欢乐时期，在这边应该要迁到这个地方停车场啊，这边是停车场前面的。再来我们油枪的美昌街大型抽水站赶快施工，赶快施工，这霍进溪的整个水患能够至少可以治标啊，把那些让大家百姓比较安心一点，不要再发生这个水患淹水。那请消防局大量禁用该增额的就增额，让在北部的打火兄弟北部银质服务的安消防队员可以返乡服务，这街道很多都要回台回高雄来服务的。再下一个未来新都心，市长我感觉这是很大的啦，以后跟他们讨论进行来简单，未来的新都市中心应该在沙来南港附近的桥头第二期的那个开发来开发，因为那边总共有一两千公顷，而且离高铁啊，离那个什么台铁来高铁等等的都很近，发展很好，这可以很给你一个很好的选址，办公干啦，在亚洲新湾区都只有发展到海边而已，陆地的也应该要重视一下。这个第二副都市中心怪的家，这个很好的三山，从旗山、冈山到凤山，最中间的就是我们南子附近的桥头新市镇第二期。再下一个文湖福山里的文学路459巷，个崇忠路125巷的这个。卖的电三条，这电信杆哦，应该赶快开拆除掉，这恐他们家加拍款百姓每个在的。后面的叫福山国小，高雄大学旁北侧哦，高雄大学北侧以前的黑桥、北界桥排水沟臭味污染源要好好的清查。蓝田里人寿工程它会起定有回复。最后的，就是交通局跟捷运局马上督促公车处跟高雄捷运公司。做好静态跟动态的乘车资讯系统，我坐公车，
啊，我坐捷运的，我若要坐车，拢看袂出迄个当时车要来。这个哈、哦，王局长，我很痛苦。哦，就跟你讲过的，你讲按开足些做资讯系统，啊，开落来，我当时的看哪一天哦，我们来看一看哦，让你知道说有很多要改善的空间了哈、哦。啊，市长，我今仔呢，今仔去谈家，很努力的跟你执行，我再三。念之再之念之的，我嘛是讲到迄多功能活动中心吼，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请市长再回复一下。我讲高雄大学蓝田里园中港，大清风里、哦、我们土库社区，哦等等的，你也看法安怎？请市长包括综合，我甲你。你综合答应啊？哦，我看经营点啊，大点的。对了，这重要的一些，我回复一下。哎，市长。我看自从你就任嘛，卖讲你就任，你还未就任进前的市长，我看每一个议员、每一个会议，就包括鼓山区甲左营区的议员，无一个无去提到讲总量管制的啊，兴建校舍的问题。我看你听嘛听四五年哇，啊，敢真正咱一个市政府要起一个啊学校，敢真正有遐困难？哎、欸，我看了这么多年啊，是不是挂这点做回答了？好，好啊，市长，你就是综合活动中心跟我们文府国中哈、哦，总量管制的等等的哈、哦，啊，请市长具体哦这个扼要的回复哈。多谢议长，多谢周议员哈，周议员多谢有提起土库兼产园中港新建活动中心啊。我是感觉伫金城、云中港、土库，就是差不多拢伫迄个所在。啊，如果三位拢兴建活动中心，这是无可能。哦，啊，但是伫迄个所在，要安怎有一个互咱有里面有一个好的休息，啊，甲好的办活动的所在，啊，我会当甲民政局伫这个部分好好来思考。啊，金城园中港，吼、哦，包括这个土库这个所在，要安怎伫这个所在？只要有些招标的所在，嘛无真适度。啊，伫迄、那个，只要要起活动中心，地方爱国有伊一定家己会准备的自备款，等等。啊，这我想我拢应该甲民政局伫这个部分好好。来这个部分，啊，再甲周议员做一个报告。啊，文府国中哦，要不要新建？那有若干在美术馆周遭左营啊，有很多学校现在无人读，啊，有些学校有一定的总量的管制。啊，前无外久，教育局等教育局局长啊，嘛有特别甲我提起这个部分。啊，因有一个规划，是不是周议员和咱教育局和郑局长给你答复、啊？他们有一些整体的规划。谢谢。来，请到来。啊，感谢局长，感谢周议员哈。当然，这个区域周营区，经过来讲，人口是出生率是降低，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新兴区域，所以我一来之后，我也发现不能纯粹就人口出生率哈。那个地方的这个趋势来看，应该看迁入的人口，所以我们也发现最近的这个整个统计资料来讲，在那边买房子跟迁入的人口是不断暴增，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要去解决。所以目前来讲，我们会有两个一个思考方向，第一个国中的部分，那么到新设一个国中、哦、那个大概是一个未来可能应该要定案的一个趋势，但是对大概我们在现在在写报告了，大概在六月底以前这两个方案都会提出来，那我也是先跟市长报告，但因为还没有完全签合定案，那但是呢设学校来舒缓国中的部分呢，福山跟左营是必要的，否则每一年我想议员都会面临这个困扰。第是是
好啦，这我已经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大概定案应该会最近。是，这个我们赶快来解决。是，咱是不是请局长报告清楚了，好不好？这是咩？你局长啊，这是足重要啦，这必须要搞在入重点。这是咩？无你对遐讲，对遐百姓嘛无公平啊，对囡仔嘛无公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啦？哦，哎。哦，局长，你啊，就是重点要紧，甲市长报告是咩啦？是，无、哦、你这个拖下一年，一年过啊，好不好？好、哦，这个我们应该最近就会完成一个评估报告，那前请市长来核定，谢谢。好、哦，好，休息十分钟啊、哦。